要准备去领我黑布利山的 web ticket。web ticket 是用这个领哦，不用去现场。web ticket 比较容易。等一下还有个五张。他刚才还有在讲一些什么？那就是他们九张。看一下。从立山到善德，他这一张票基本上是可以五天啊，所以你在上面可以住四个晚上，五天内都可以把它用。Let's go。然后我们这次蛮特别的是，我们没有办法全部人搭同一班，所以就是有一半的人搭10:20，一半的人搭10:40。原因就是因为我有点晚订票，我以为那个时间订票就好，没想到居然不行。反正就是现在是在立山站，立山车站。然后我们刚刚去这个地方，这个 office 把车租，请人家帮我们开到善泽站，这样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住在山上，然后也可以整趟黑布立山完成。那去咖啡厅喽。然后前面有一个 coffee and bed。那个咖啡厅是本来我们想住的住宿，然后他住宿评价也蛮高的，可是他那种个人房和他没这一间，然后其他都是bunk bed。原本想要预定两间bunk bed，但最后想想可能小孩老人不是很适合，因为他就是上下铺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就一般的日式 hotel。谢谢。但是我蛮想喝他的早餐。或吃他的蛋糕。嗨，我老公。骑完车了。天气很好。转过来那边看，哎，他怎么进去？我还以为是人行道吗？还是怎样？而且他突然间走出来迎接我们，超有趣。我刚刚很想帮他弄，因为他弄得很棒，可是我就觉得啊，是会让人家觉得不尊重。会，他会让人家觉得不尊重。啊，我就想帮忙他，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在日本就是有时候不太了解。好啦 ，Anyway， 反正我确定我是善意叫啊，他不喜欢我也不接受，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，就这样。OK， 今天好天气，就是很开心。来，妈妈，哥哥嘞，哥哥嘞。骗的。这样哥哥真的会太热。好了，哥哥休息。要上去美女屏喽。先坐，有位置就先坐，7分钟而已。妈妈，你们一起坐。啊。你们一起坐。没事。好，就这边。你们一边就好了啦。连，对不起。我们要住这里。哦，我们要住这里啊，旅行团才不会住这边。哎，我们是住那一间呐，红色那一间。走过去，慢慢走。不是啦，你先跟姨丈走，快点。老公那边等我，那边等。快点，我要摄影，大家走过去。OK， 我会让你坐那边。快点，停在姨丈那边一起拍合照。
等一下哦，阿姨，哎，拍个照，脸出来啊，一二三，阿燕呢？爸爸，哎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我以为你们在那边呢，我觉得这里超美的。哎，来来拍照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弥陀园。哦，还哎、欸，这边有没有像？有点像，有点像，这边比较黄。弥陀园 ，Hello。Hello， 这是弥陀园。这里旅这里旅行社比较不会停。旅行社不会停这个，他们就赶着把那个立山赶快走完。赶着上去到最上面，然后赶快下去。对。他们没有住上面。没有，所以要自己安排。怎么了？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啦？那开了。起来！不高兴得了嘞！棒！这样就好了。不要理他，不要撞到就好了。不要撞到就好。来，加！加！你要不要吃吃？这里还有。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，自己站起来。哎，这里看到没有？来，天线宝宝。好，有。站好了，站好了。不是一个也是蓝色衣服。拿湿纸巾给他擦手。好，妈妈喂，妈妈喂。杨俊，听弟弟的哦。妈妈喂，现在你要先擦手手了，妈妈。擦手手，擦手手。你刚刚摸地板了、啊，擦手手。食物转播，不然那我不行哎。时空转播，准备搭车咯，亲爱的。啊，不是他。喝喝看，很甜吗？嗯，很棒。爷爷呢？加油！加油！可以啊，他妈妈叫抱妹妹啊，叫妈妈抱妹妹。爷爷不要跑单脚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。最好的。我老师。到回来找你。Hello， 你好的。雷电装。我第一股方面。哦，这边有个股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啊，米卡利嘎。米卡利嘎。看一下那个哈，台湾那个什么？国洋。好啦。我在这个湖等你们。开始在聚。有点云雾。走啊，我在摄影呢、啊。
带小孩子来这里玩，真的，我只有我带小孩团来这里。谁敢带小孩团来这里啊？他们应该全部都傻。赞妈妈，赞爸爸妈妈，赞。不会，你也很赞。